哥，我饿了。哥，带你去啃骨头去。好。老板，哎，来，两碗羊肉粉。好嘞。再来一碗骨头。好的。啊。来了，叫老板来打包。啊，哥，那肉都没有了。你懂啥？我们打包回家还可以炖锅汤吃一顿饭呢。老板，哎，打包。啊，这个什么都没有的，只剩下一颗骨头，还要打包吗？我打包回家喂狗不行吗？行，你收钱就行。老婆，拿个盒子来给狗打包。别笑。哥，你不是说打包回家炖汤吗？我们家又没有狗，喂谁家的狗？打吧！让你动嘴，傻不拉几的。你别笑。